OMO OMO， 韩国女团 BLACKPINK 获颁大英帝国勋章。英国王室11月22日在官方 IG 分享国王查尔斯三世给 BLACKPINK 颁发勋章，以表扬他们在倡导环保方面做出的努力。只见 Rosie、Jisoo、Jennie 和 Lisa 优雅地走入白金汉宫，从国王查尔斯三世手中接过勋章，他还与四人一一握手并亲切对话。BLACKPINK 前一天也受邀参加英国为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的国宾欢迎晚宴，以仙气礼服盛装亮相。此外，英国王室的乐手还演奏了 BLACKPINK 的歌曲，视频在网上公开后立刻掀起热议， K-POP 风靡全球的程度可见一斑。